谈真师记五十五首，求道后良心本性当家，仁义礼智信是本分。一大道分明在心头，有作有位尽下流时得当前真净土，万不单经一笔勾。二四十二，达摩西来一字无自信，如如是功夫一切有位皆是假，当知难无难不无，识得此灯者便是长生不老僧。五十五，世上万物总是空，不如回头早修行，脱了苦海，登彼岸灵山，陪伴老无声。